各位，琴晚如果可以同家人朋友聚埋一齐，畅畅快快咁食一餐饭，咁之后啦，唱下歌听下啲圣诞歌曲，不失为一个非常之好嘅娱乐。咁我系琴晚系咁样度过嘅，有朋友喺我度，咁所以我哋就食完晚饭之后咧，就开咗去睇呢度嘅所谓Candles in the Carols in 嗰個 Sydney Maya Bowl，咁呢度咧就係每一年咧喺12月24日，咁咧就有個組織，應該係電視台啦，呢度嘅第九台 Channel Nine，咁啊佢就會組織一個唱聖誕歌嘅晚會，咁啊將籌到款項咧就嚟俾咧呢度嘅盲人用嘅，咁啊呢個一個慈善活動。咁當然啦，佢現場直播，咁我哋乘機坐喺身邊，咪睇下唱下歌咁啊，幾開心！但大家知唔知道警察琴晚食咩咧？我俾兩張相睇，大家睇睇，咁你知啦。其實警察真係好辛苦，喺一個人人都咁歡樂嘅時候，佢哋要食個飯盒啊。咁呢個飯盒咧，就希望起碼上面呢條字條咧。使到你個心暖啲啊！咁啊，希望啊，就係以後啲警察唔使咁辛苦。